YouTuber 娜娜 Q 一直以来都自律节俭，更凭借极简生活方式走红。她也经常向粉丝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，还会拍摄不同主题的影片。日前娜娜 Q 发文表示自己本身很爱干净，但是却又很懒惰打扫，就连扫地机器人都不想动手去组装。不过她还是有底线和原则的，每天一定会清理梳子，绝不会残留头发在上面。此外，她也觉得大自然是干净的，外出野餐时都不用野餐垫，而是直接坐在草地上。娜娜 Q 外出时也不会认床认厕所，因此可以玩得很愉快。最让人惊讶的是，娜娜 Q 形容马桶是神圣的东西，每天都必须保持干净，因此她家的马桶干净到可以在上面睡觉，甚至可以直接用手洗马桶。不过先前她和艾丽莎莎拍片时就已经示范过用手洗马桶了，因此粉丝们都不感到意外。